我的名叫林秀英，今年77岁，在生剧做服务员，是最年轻的一位。哇，安尼做呀，293场听战士，哇哈，很开心啊！我这把年纪，我拿到这个奖项，我看到很荣幸。我没有什么秘诀，我是对客人要礼貌，他 happy 我就很 happy 啦哈。人家要什么，我们可以做到，尽量做到给他。带人家进来就叫他做岗位，好好伺候他，拿名片给他看看他是需要什么，不方便的人找一个岗位给他好好的做，有后面的有时说舒服老人家的给他做舒服一点啊，这样我们就尽量的给他满足。